没事呢。哎，拍摄拍摄，你休息去动啊，动下呗。哦。我不，我就想你，总算是看到你啊。啥？你先听我讲，我刚才想要跟你讲，是嘞，是我不好啊，保护你，才害你受这款苦。你别安尼讲啦，啊，不过你敢袂当先把我放开啊？啊，若无爸妈、宝珍妈妈、蜜蜂阿姨拢在看，我感觉就歹势。哦，爸，宝珍妈妈、秀莲妈妈、蜜蜂阿姨，是嘞，海玲欢乐啊！仁美，你这个戆囡仔！咱啥物拢无讲，就来自首。你毋知影，阮有偌烦恼。是的，害恁三个妈妈替我烦恼啊，拢是我毋对，请你原谅我这个不好路。你毋是不好路，你甲人生哦，拢是上把代志、上友好的查某囝啊。是啦。你唔免回失礼啦，迄三号拢已经讲过啊。迄天哦，迄场面是足乱足乱的啦，啊，造成这款的结果吼，拢是有人伫个后壁咧操作的啦。啊，所以已经找人去调查，啊，你唔免阻止，唔免烦恼，哈。奶奶，唔好哭。你看你安尼哭得歹歹啊呢，嗯，你是伫个内底过了无好，啊，有室友欺负你上，啊那无，你甲阮见面是安怎专工爱伪装哈？那有咖啡的味哈，妈看麦啊，仁美啊，是不是有人拍你啊？无啦，妈，我无代志，我过了真好。仁美啊，你内面有啥物委屈咯？做你讲不要紧啊，将律师提起遮，我随叫伊甲看小姐的人好好瞧者。是啊。啊！你有啥代志就讲出来，别个受委屈啊！无啦，你莫误会啦，我只是昨昏睏了无好，啊，气色较歹，惊你会烦恼，我就甲室友借迄化妆品。啊，明凤伊讲的无唔对啦，迄是用咖啡粉来做的啦。是的啦，啊，你烦恼啊？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哦。仁美啊，啊，伫个内底吼，食无惯时，这是难免的啦。啊，阿姨哦，有做真济菜，啊，骨炖汤哦。啊，即马等你检查啦吼，啊，等一下检查了后，你就会当甲你的室友做伙食，物件爱大家做伙食，才好食哈。嗯，啊，可有啦，我有寄钱，啊，你有啥物需要，你就去买，唔免烦恼钱的代志，哈。仁美，乖，别哭。阮真无简单才看到你。你放心，阮会赶紧想办法替你解决。是的，拢是因为我，恁才会面对遐个家属，搁爱回母上，爱回母上的人是我，我煞秘伫咧遮，互恁去面对。是的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咧讲啥？应该是我话是的。应该是我伫个遮，你煞替阮打罪，代替我伫遮受苦，是我无路用，是嘞。我只是被关伫个遮尔，啊，不过受到这边的人，我是无做任何代志的三个妈妈，啊，佮有你，啊，佮有爸，是嘞，是我对不起你。
仁美，你从小妈讲无需要回事嘞，无需要跪，你起来啦！你让我跪，啊，若无我永远都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来啦，起来！好啦好啦，起来！公英啊，来讲什么原谅无原谅？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保护你本来就是做妈妈的责任。